经过了安都单位安九日的代表，平都人从此后进行下去关怀点，总算是揭开其中内。这个点的开盘之前，味道的清的当家蔬菜，就只有秋皮的两眼安九，最末总算是得到了从此后农夫的热土，拿到两下个冲天的四种天，两下就进入六十人的龙年家，大礼拜为固定去参加点个活动。田运营屋互通省钱，今年沙琪的阿公阿婆透过沙琪关怀基点的课程规划，本次家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。省钱了，伊可落去上班的啦，啊，听下伊今年在录卡啦，嘿，啊无聊啊，啊录来啊，打发时间啦，有活动，做运动，头脑又够好，我做里做家安尼。四盘的十张页的金钱沙器关怀基点正式揭牌，也是平农县第282页关怀基点。县长潘敏伦表示，县政府大力推动一村里一基点，如何让本老人家做得到自家卢卡富圈秋天安养。熟悉的环境，他熟悉的社区里面，熟悉的左右邻舍，大家共同在地安老，有一个健康又快乐的晚年。安居乐业。为了延缓老化、促进抗天、拓展人际关系，屏东县的沙崎关怀基点已经成立超过80以上。县长潘敏伦指出，希望基点的发通做得对更加每礼拜一摆，天天的扩展到每礼拜三到五日，本沙崎装备做得像素过完善的关怀照顾。下届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。